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，但夜清霞们的一天却往往是从敲门声开始。有人吗？查一下水电费。查一下水电费，请开下门。Hello。查一下水电费，请开下门。查水电费？查水电费？我这不。你查行，别收钱。你等会儿，你先不着急，你来这儿唠唠，怎么了？查什么费？为什么在窗户见面不给我开门？不是查水电费吗？查水电费交钱这事儿，我们绝对不开门。交钱这事儿，我们绝对不开门。不查水电费，你看我带礼物来了。哎，你看我带礼物来了。你们太过分了，居然不给我开门，从窗户走。你好，我是白冰。九良你好，你好。因为我知道你最近在研究这个做菜什么，我带的全是做面条用的辣椒粉呀，带辣椒籽的，不带辣椒籽的孜然呀，我不知道能不能用上。哇，对对对，能往里走。哇，好大呀这里。哎，尹正哥哥在哪？尹正，正哥，正哥，大正哥。什么情况呀？这是都不起来。你什么情况？你们是这样对待客人的吗？我感觉你这不是在做一个美食节目。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拍了一天打戏的感觉？昨天我来的时候比这还夸张。天哪！为什么觉得你们好像很受摧残的感觉？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串串可太考验人了，明天别人吃的时候都得心疼。啥也别心，抓紧刀哥。你是怎么想不开来这个节目的？真的走来了，尽快跑吧。来都来了，怎么可能？只要你们不要让我做苦力就行。I'm still alive。你先去洗漱。OK。阿琴，该起了，下来起了。我们来了一个女生，长得贼漂亮。不是，哎呦，哎，你差点没从这个床蹦这个床上，你知道吗？要我没在坐着，你就过来了，估计我阻挡了你，你知道吗？那看一眼，看一眼是不是就行准了？看一眼就行准了。我们的队伍。像太阳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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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，行盹了吗？太牛了，快点，亲腰钱。哦，你好，我是白冰，你好。啊，太牛了，害羞了。这个节目什么时候可以再来一个女孩子？你们这儿有咖啡机之类的吗？我们这里没有咖啡机，我们这里只有文昌机。连咖啡机都没有。对不起，在这个地方只有一种饮料。水。错，它的名字叫江小白果立方。果味江小白，所以我刚才很好奇，我说这江小白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水果？你喝这个不会大。嗯，有股水果的味道。不然它叫什么果立方？来来来，走去第一杯。你们现在有甜点吗？你也要做甜点吗？我先把我的第一个甜品做出来。冷水煮汤圆，那烧开了不就是热水了吗？
你想说可以做个蛋挞什么的？不行，坐在那里，坐在那里。所以我，你觉得我？你说的美丽。哎，你们这儿有鸡蛋吗？鸡蛋有吧？我觉得你可以休息一下，因为我拿了一些做椰子蛋挞的材料。我想不是在海南吗？海南它是不是椰子特色？你觉得您是什么表情？你就怕我失败是吧？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你是不相信我是吗？那你告诉我鸡蛋在哪儿？我自己研究研究椰子。没有鸡蛋。没有鸡蛋。没有。We don't have eggs。我不相信没有鸡蛋。怎么可能没有鸡蛋？天哪，他们为什么要把鸡蛋藏起来？鸡蛋呢？我。晶晶。耶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先来称量。牛奶的250克，白糖50克，黄油30克，隔水热。还有我的蛋挞皮，665克。哇哦，好多椰蓉哦。叮叮，哈，我的小宝宝们，希望可以成功。小鸡宝宝们，亮金黄。OK 了 ，Hello。哦，哎，闻起来还不错。就先自己鉴别一下。此时如果有一杯咖啡，就完美了。嗯，除了甜度差一点之外，其他还是可以的。我的天哪，太厉害了吧！哦。哟，蛋挞啊，谁买的？白冰做的。哦，哇塞，太香了，对吧？是，我知道，我闻了半天了。他刚才问我，他说家里有没有鸡蛋，我说没有。他说你不让他动。对，因为。嗨嗨嗨， hi, hi, hi. 白冰姐姐。我觉得我们今天什么都不用干。不是不是，你先别说话，你先尝一下。我是很不爱吃甜食的人。我想吃一个满的。你尝一个。我想吃个满。哎呀，这。早上好，早上好。你们要不要尝一下海南的风格？谢谢。实话实说啊，好吃就好吃，不好吃就不好吃。谢谢。谢谢。椰子味，我觉得甜度差了一点，我觉得还可以加个15-20克白糖。甜度可以，甜度可以 ，OK 吗？完全可以，完全可以，不用加糖了。你吓死我，我以为你不好吃，你半天都不说话。真好吃，真好吃，我刚才只是觉得太好吃了。这个团队真的需要你孩子。哎，这个就全票通过了。
再续前缘。哎，姐，您哪儿人啊？我西安人。西安人？嗯，所以我给你带那个辣椒粉。所以我给你带那个辣椒粉。如果做什么油泼面就特别合适。你们不做，别做了，你别做了，你们不做了吗？不行，西安的女子来了，必须做油泼面，必须油泼面，而用我拿来的那个辣椒。小贺，不能让你白拿来啊！一进门我就看见这辣椒了。但我觉得油泼面特别难。没事。现在吧。哎，我想尝一下你的油泼面到底，看我能给你打几分。我现在给你做。哎，现在有没有时间？因为你得活呀、啊。活，现在几点？活是吧？行，得嘞，得。那你把晚上的量都活出来啊？没问题啊。所以大概五斤面可以吧？差行，四五斤行。你会后悔的，我告诉你。姐来了。行嘞。带着辣椒面。就这么倔，支援我来了。行，我支棱不起来了。咱这。行，给您先来一碗。我现在就等着吃了。你先把面和好了吧。活到第三斤，你可能会崩，我告诉你。我两斤活呀。你去吧，快去吧。你们这都我分着不完了吗？加油。这面饼，方便面，哇，筋道吗？行，真是行。这面饼下着没意思，现在就和面了。上班了。就烤两串啊？就试试吧，咱没多少串。抠搜的呢？抠搜的，一天天。我先把这串烤了。方便面。哟呵，还有鸡蛋呢。嗯，太吃行了。昨天哪有这条件呀？切个菜吧。洋葱会流泪哎。是吗？他说那个蒜在哪儿？哎，天哪！蒜在哪儿？我帮他搞点蒜末什么的。没事，我一下就全做了。我来了。哦，你来是吧？啊！别呀，哥。啊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摘个眼镜。哦，还和面戴什么眼镜啊？得了，需要我帮你揉吗？不用，没事。哎，哥，慢点。已经告诉你了，需要帮忙。没事，不用。大姐，我也没有想到，我跟他师兄弟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看他这么有斗志。你来了以后，满头汗了。我给你拿个纸。陕西女子激发了山东小男人的斗志。咬牙切齿的，这。这玩意儿辣眼睛。他已经不行了，他哭了。咋了？这我没问题，太好吃了，有点哭成这样。不切了吧，就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休息，我来切小葱。好，你不管了，走吧。这都放都放不下了。累吗，哥？你看你个倒霉模样，哎呦，很轻松。凡尔赛宫，行，哎哥，凡尔赛宫的和面，看这个有没有给他煮？哎，这个，他不是煮着一仗吗？哎
菜豆了。二十三公。路易十四。累吗？一点都不累。啊，对呀、啊。闹呢？还有时间cos呢？你需要我帮忙，记得说话啊。不用。真的吗？不用。他是住了呢。我上这边来吧。我来这边活吧。干什么啊？我给你补充点体力。我怎么我到哪儿和面你都得过来呢？我就想看看你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我看你会发生什么。能干什么呀？在这个机会我给你做一个米多奇的小饼干吧。这可以补充体力。炼乳呗。咋样啊？嗯，甜的滋儿，尤其加上炼乳以后哈，口味很丰富嘛。米多奇加番茄酱。好嘞。这个更搭一点。对，我感觉这个比炼乳更搭一点。嗯。哥，你吃一口米多奇吧。里边是啥呀？番茄酱。尝一口。有一种。有开胃是。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。开始了啊。开始了。哎呀呀呀哎哎。颠个勺。哎呀。你不累吗哥？累什么呀？累啊。嗯，累了。我伸伸腿。好。哥，我觉得你累。我不累。我用手按摩。行，非得非得揉啊。好，揉。山东小男人的斗志让你看一看。西安，你第一次来的。必须做油泼面。必须油泼面。哎，越来越快了，你放下没有？锻炼身体吗？聚类揉面，看这儿，可以。哎，练出来了，这就。没事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人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完了！面掉的那一刻，其实就是崩溃的那一瞬间。金小年过来，他就是憋着看我笑话呢。嗯，就是我就是给他演了一个笑话。嗯，掉地了不能用，掉地了不能用。别挣扎了，弟弟，我们已经争这种事挣扎挣扎过多遍了，你现在还挣扎吗？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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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抚一下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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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得对每一位时刻负责任，这掉地上就没法用了。但我觉得四盘是不是也够了？够了，我觉得。要不你就别火了，就这样，好吧？行，咱先来一碗，您尝尝。太好了。OK 了，好香啊，香得很。可以，可以吗？
哎，你揉的面真的好筋道啊！必须纯手工。对对，这就行了。筋道不筋道？可以。嗯。是我在西安吃到的那个。是不是那个感觉？我把蛋挞液先做好。120，1292。妈呀，我感觉我是在搞科研，你知道吗？每次做这种东西，还不知道这是做蛋挞呢，还是做发射塔呢。我好像在家里都没有这样，很少啊。对啊，跟家人一起也没机会这样做饭吧？就过年的时候。对，过年了，辞旧迎新，过年了。九良，那我还是给你熬一锅鸡骨头汤，你不念好吗？好。感觉我们这团队刚组建，怎么就这么融洽呀？因为人都可爱。闻闻您的汤，倍儿香。啊啊，这个，这个不是。我说真的，我认为今天晚上我们会大卖，一定可以。各位亲爱的们，我建议一下，今天晚上首先第一个，我们餐车上有个黑板，我们到那儿先写三个字，准备中，不要让客人打乱我们准备的节奏。对。第二个，然后今天晚上因为菜品比较多，我们每个人管好自己的摊儿。好。不统一点单，你就在我这点。对。暗号拿餐。得了。OK。好，我是完事了，我先把弄好了，我先往车上拎吧，好吧。漂亮，走。这个是周九良一直不想拿的东西，我就偷偷给他带上。周九良，你早晚会求到我的，我告诉你。腿缩一下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咱们得开稳一点啊，这车上都是各种汤水水的东西。我们摆到几点下班？卖完为止吧。既来之则安之吧。卖完为止。嗯，26两个，一个椰子就是10块分销。我做这个跑堂啊，德不配位了。我多会儿搞不了啊，怎么办啊？这回是第4次摆摊了吧？8个差评，最差的一次。这真的是我的青春。我走过海滩，留下脚印。昨天骑小电驴去了趟那个菜市场，备了点货，就一切都先准备着。对，反正我今天尝尝只要了。海大南门夜市。我天哪，这好好呀！看上那黄的了吗？最大的那就是我们一块。哦，这个。Hello。哦，我们的好好看呀。我们已经在外形就取胜了。秘制的鸡腿肉，现抻的油泼面，把芹和冷面。想吃羊肉串吗？尝一下椰子味的。加金汤啊！再来点怎么样？写一句告白的话，贴在我们的告白墙上。我下车，我能点那碗牛肉面。Let's go, let's go。开工，开始写菜单吧。不要，准备中，还没有开始。等所有人都准备好了之后才开始，等他们来，我们不怕慢的。好 ，OK。今天晚上一定不能慌啊！哎，不慌。然后你要那个客人来了，一个一个来，稳住他。好，不要催，一个一个来。OK。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，今天我们有3位同学都是第一次在出品，人多菜品多，其实会乱的，所以这个时候更加什么都准备好了，才能够赢得成功。今天不许送饭盒啊！送饭盒，杯子都不送，之前送饭盒送亏了，是
吗？对。这个出摊弄成一个大长桌，不像原来八张单独的桌子，只能坐四个人，就是大学食堂。我在上学的时候，食堂就长那样。万一人多呢？这是我最大的压力。出师不利啊，有点。咱俩先把烟拿过去。哇！天哪，天哪！太可以了，放那儿吧。滴滴滴滴滴滴。小宝贝儿，你最棒了。哇哦！我说你怎么少点 feel？ 嗯，你忘了放歌了。最重要的，我说怎么少了点声 ？No。耶耶耶！听力帅，可恶！还好你带音响了，好棒。因为他们越脏，你会越乱。这肉看着你啊，好。来，招财猫，现在我们俩就。我准备完了。脱废开脱。哎，还有刷子吗？再来一个刷子，就在那儿。真看不清了，给你把眼镜戴上吧。倒还行，关键也不用看的呀，我得。我等着你这动作。哇哦！嘿，还真香这个味儿啊。所以你们谁再需要我帮忙，我随时可以了，我这边 OK 了。准备完了是吧？然后咱们开个小会，把那个点单的事说一下，咱就开始营业，好吧？好。老韩，你看一眼，比如说第一个人来了，你给他个一号，点完菜马上买单，买完单给号，让他拿着这个来找你，然后你把这个准备好了，你就给他。好嘞，尽量一张单全给，别分着给。老韩和白云今天都是同事，是加入在里面而直接来经营的，所以今天出摊的时候比较严谨，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工作的话，我没有办法圆他们。还是那句话哦，你的慢都不要乱，你的乱一定会错。你好，你们可以先坐，先坐，先坐。目前先点椰子，先喝一口，好不好？蛋挞5块，椰子10块，现在都可以点，其他的得稍微等一下。5个椰子，好，5个椰子，5个椰子，5个蛋挞，你们先坐好不好？看你们想坐哪里都可以。不嫌付钱吗？姐？不嫌付钱吗？姐？哦，对对对，不嫌付钱。姐姐，不要这样，姐姐。找我了，现在了，没问题吧？你快，专业的看一下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这个，你好，自个儿写，你们这个一共，我们是5个摊儿，各管各的。哥，你做啥呀？秘制的鸡腿肉。我想吃你做的。行。鸡腿肉5个。50块钱你自己扫码啊，然后给你个号，一会儿我喊号，你自己就来拿，好吧？好，扫码啊！我来扫。先交钱。你要吃吗？可以啊。好，30块钱就6串是吧？再来5个土豆。好，5个土豆片。还有现抻的油泼面，现在可以点了，朋友们。是吧？上来是吧？好嘞，马上来，稍等一下。
哇，好好吃啊，这个蛋挞。因为第一次尝试就是融合了这里的风格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，真的，谢，觉得甜度怎么样？正好，正好是吧？哎呀，谢，好开心啊！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做那个椰子蛋挞，开个网店，真的吗？白冰的甜品天赋值已经被点满了，他才是凡尔赛，我就是假凡尔赛。因为我没有做过椰蛋挞。我在试做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是打鼓的，不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吃，很开心，就是成功了。你们椰子都上了是吧？五个椰子，五个蛋挞，先吃着，其他的是还点了一些别的，对吧？再稍等一下啊，先喝一点东西。你稍等稍等，我这个火没起来，不好意思啊。烤箱可以要一点这个吗？等一会儿啊，这个要已经现在已经六份了，所以稍微等一会儿。坏了，怎么变成这样了呢？怎么粘一块儿了呢都？顺利吗一姐？嗯，还行，它是这面有点粘了。嗯，甭管了，我这待会儿再重新撕吧。这火还是不行，没烧透了。哥，听我的，你就先别着急，赶紧生火。我现在得烤蛋挞了，蛋挞没有了。等一会儿啊，稍微等一会儿。出点小状况呢，咋回事呢？这火还是不行啊，没烧透呢。哥，听我的，你就先别着急，赶紧生火。再来个酒精。我啥玩意儿都能扇，反正就是来点风就得了呗。来，你的椰子好了。谢谢姐姐。我这样在你消遣那个怎么办呀？对，因为他们那些，你看我们都是手工现做，所以就可能得等一等。刚刚你点烤冷面了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我还没付钱呢。哦，你还没付钱？对，老秦让我等一会儿。对，现在可以了。他怕你太忙了。烤冷面，一份一份哈，别着急啊。咸了。啊，你们会觉得咸，那所以就不给你们抹那么多酱了。出点小状况呢，咋回事呢？就出门还好好的，到那儿就呼上了。出门之前备菜嘛，一个小剂子全给它揪出来，刷上油，就拿保鲜膜呼上了，或者防止它粘黏。到了营业地，打开一看啊，又成一个面团了。嗯，粘在一块儿，现场再揪再搓，重新擀。抻的时候那面还有点干了。天哪！
就我干嘛了？我这一下午都干什么了？都干什么了？对我的劳动成果很不尊重是吧？这个面团。扯面了，我也很想吃，扯面了，看起来就很好，好娴熟，怎么样？哎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哎，马上啊，马上他就抻坏了，马上啊，你知道他今天和那个面呀、啊，真的是就是满头大汗，所以这个面出来就肯定是特别特别筋道，因为就稍微等一下，但是真的是特别好。兄弟，你三个牛肉好了。哎哥，我六个呀。没，还有三个羊肉没好，先给你把你先给你牛肉，味道尝一下看看，不行你跟我讲啊。Hello， 欢迎光临。串可能稍等一会儿啊，因为这个火现在没完全起。可以。稍等一下好吧。你可以先坐下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都有什么，都可以的。先坐吧，小朋友，可以坐下。对，这边少一个椅子是吧？我帮你拿一个。好，谢谢。他来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今天晚上肯定就是很全面，对于顾客的这一方面，他这个心还是很细的。其实那一刻是挺放心的。小宝宝，因为宝宝比较小嘛，我觉得烧烤类就算了。或者甜品呢？我觉得蛋挞比较安全了，对小朋友可能比较吃。拿个蛋挞哦。要一个还是两个？要一个吧。先要一个椰子，然后一个蛋挞，其他我们再看一看，好不好，宝宝？顺利吗？顺利，就是很多事儿，反正我基本上连那个打杂都接。哇哦。两个椰子是20，一个蛋挞5块，直串烤肉60、80、90、95。先付一下钱，我们这边。然后这个是那个烤肉的号，等一下我再把烤冷面的号给你拿过来。少放一点洋葱，那些葱姜蒜都少放。5串牛，5串羊，不要辣。你让他站好，我好怕他一下摔倒。哦，不要我扶。哦，不扶。你是个大人，你不需要扶的。嗯。哎呀，真香呀！我好想去做一个食客。哦。我们重庆牛做的很辣，到今天其实有改良，会保证了一面要鸡皮很脆，而另外一面的肉要很入味。一直在突破，一直在进步。对不起，憋到你了，这种明显是有被口水呛到。一号是吧？一号的鸡腿肉，这里有4份，我还差你们1份，等一下补给你好吗？筷子自己拿，这个是酱，这个是那个，好。加点你女朋友爱吃啊，那是我的荣幸。这个烤的大家喜欢吃，你看看，你瞅着就哇，是吧？来，一号油泼面3份，谢谢慢用，筷子在这儿自取。这应该没有那么咸了吧？尝一下。挺好的。挺好吃的。其实这个也好吃，这烤冷面也好吃。哇，终于喝到椰子了！天哪，这烤冷面，这个河北收藏。
烤冷面好吃哦。好吃，比我们大饼做的好吃。姐姐就是大饼。下午我都吃了，而且下午我吃的是我人生第一个烤冷面。啊，我也是人生第一个烤冷面，因为南方人很多吃。哦，真的呀，老秦。哎。还有人跟我一样，今天吃的是人生第一个烤冷面呢。对，他们也有人。老秦，这是我的吗？对对，你的。我一会儿再给你做一个，我一会儿再给你做一个。啊，真的吗？免费吗？啊，算吧。哇，好幸福啊！天哪。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。这么贵。我以后最爱吃的食物是烤冷面。你们是情侣吗？哦，我俩情侣。情侣是这样的，我们这儿呢有个活动，你看到江小白了没有？我给你拿两瓶的。哦，江小白，江小白，小姑娘，看心里有优惠。对对对，男生这个白葡萄酒高粱味，这个喝起来比较味道比较淡，所以可能更内向一些。对，所以这个呢可能就是你拿着吧，拿这个，这个呢就它特别甜，但是它的酒精浓度会比较高。对，然后你拿这个，这是为什么要有这个呢？我们会给你一个马克笔，然后你会把你自己想说的话写给他，他想说的话写给你，你们两个之间呢就互相交换一下，然后最后呢写在字条上会留在那儿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给你们拿一下马克笔。单身怎么办？单身的就喝椰子吧，就可以。想好你要做什么，我别吃了。你要是啥，你还挺好吃的。就这话吧，这太瘦了。谢谢。你想好你要做什么，我别吃了。你要是啥，你还挺好吃的。怎么就话吧，这太瘦了。欢迎光临。我们这边呢就是比较自助式的，你们想吃什么可以直接在他们前面点，自己拿一个牌，就是几号自己取，好吗？那你们要不要蛋挞？要的吧。我要俩。两个。我来一个。三个。哎，大哥，一家人呢？来份油泼面啦，现成的，可以观看呢。哇，10号，要一份油泼面。来，您把这个拿到底下去写，几份就写几个数字。要吃面，好，写几份，在这里写。一份多加了。好的。刚才说你女朋友好吃的那个不是，刚才说你女朋友觉得鸡蛋好吃那个，是我女朋友觉得好吃，不是我女朋友。两份是吧？你记着啊，10号，4号五号的鸡腿好了，4号五号的鸡腿好了。三个羊肉好了，五个羊肉串好了，五个牛肉串好了。来来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来，这鸡腿真的可以。Do you want some barbecue? It's very good. 保证好吃的，不好吃不要钱。俺们这一个，牛面。Look， 10块钱。油泼什么面好？哦，做的怎么样，哥？啊？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累吗？有什么累的呀？得累嘛。做几碗了？做，稍等，已经点到8单了。8单了。第8单了都。
还有几个把呀？还有八个。好了没，周老板？哦，稍等，稍等，稍等。五号好了吗？马上。马上，马上。再稍等一下。我的油泡面什么时候才能做好的没有？老板快点儿！两位稍等，我正在沉底。啊！冬天，它是多少钱？啊！它15块钱。哎呀！今天揉面到现在，都觉得那是个噩梦啊！真的，越活越崩溃。那活的时候眼前就是没有亮，两眼都是黑的。啊！啊！好慌！这个面油泡面，我感觉是够呛能等的。他主要是他拉面太慢了，不是他太累了，这个有点需要专业性有点高的这个。来，小妹妹。来，小妹妹，给你少辣哦。九号油泼面哪位？我们八号还没拿到九号。八号还没好呢。啊？你刚九号都喊过了，八号还没有拿到哎。八号刚才。啊，真的没有拿、啊、没拿是吗？记错了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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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妹妹，我刚才没看见那儿，不好意思，马上啊，马上来。单越来越多，而且这个单啊有点倒腾不明白了。哎呀，不行了。好了，稍等稍等稍等，真的饿了。累吗，哥？嗯，没，我。方便面在哪儿？啊，方便面，你先做完了吗？我，你现在给我方便面。你差几碗？你差三碗的。现在差三碗没事，你先坐着。这已经不能用了，都坨在一起了。刚才一盘全是坨的。哎，求我来了。对不起，弟弟。我是弟弟，我是弟弟。把这个事儿想得太简单了，嗯，就是有点轻视这个事情了。当你轻视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的时候，到最后伤害的永远是自己。谢谢。我理解他了，理解他，是为了赶时间，换成方便面了。油泼面大王就是秦霄贤，嗯，再也不是周九良了。太晚了，改了，有油泼。马上！啊！哎，我都不用叫号，给你一个眼神你就知道是您的。你就你可想而知你得有多慢。谢谢。你可想而知他得多催。谢谢。那个酸的，看到食客在那边等餐等了很久，就为了让大家赶紧用上餐，最后很无奈啊，换了菜单，我挺自责的，觉得是一个遗憾吧。哎，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？烤冷面。等一份儿，我要烤面。烤冷面。不是，因为我不要其他的东西，我就要那个皮。啊？我就吃皮。香肠也不要？对，都不要。漂亮。是不是烤面皮的？
你说的对。哇，这烤面皮怎么做？什么都不要。什么都不要，是不是应该给你两张？两张两张。烤了，然后就加那个老板，我两块那个香菜，知道吧？酱也不要吗？哎，好。好，哦，是要酱，那就行。有点清淡。鸡蛋也不要。大概还有油呀，影响我的面皮味。不要。不要，好啊，来，别帮倒。鞋不错啊，安德玛库里的是吧？你喜欢什么鞋啊？我就喜欢科里，因为他走了，然后鞋都买不起了。你打篮球打得怎么样？你打什么位置啊？前锋。主力还是替补？主力。主力。对。你打得好吗？教练要欣赏你吗？教练可喜欢我了。真的假的？你没骗我啊？我是纯体，从初中就是走体，一直走到现在。不容易。搞体育不容易，一定要别放弃体育，一定要继续从事这个。以后出去当老师也。你这样，你跟我们导演组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，好吧？我送你一双鞋，送你一双鞋，我私人买一双送给你，好吧？啊，你别哭，你刚刚说的话很感动我，真的。鞋太贵了。因为我原先也是体育生，我也是搞，我也是运动员，我。真的太贵了。我是短跑运动员。哎，咱导演组留一下他联系方式，我回头送双鞋给他。因为我之前也从事过体育运动，那我觉得就挺不容易的。他的那个质朴，其实挺打动我的。就是，哎呀，他说，哎呀，你送我这特别好，他就那一刻他是很激动的。我也没想到那样，所以我看他开心，我也挺乐，我也挺开心。就希望这双鞋能对他是一个鼓励。我想送他这个鞋的原因就是在于这。你要是喜欢，等你收到鞋的，你要好好努力，好不好？好好打篮球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来面皮儿，来面皮儿。你收，我收你五块钱吧。嗯。两块吧。两块吧，两块吧。这个面皮我们也去买的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有点烫。太香了吧，这个好吃吧？哇、wow ！跟你讲，这个好吃哎。嗯。一定不要加任何东西，这个面皮就是这么吃的。等我过去再来一个好面皮，再来十块钱吧。怎么那又去要面皮了？这个面皮块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！哇，你不是吧？两个面皮过去。面筋真的可以吃吗？好吃，超级好吃。哦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15号六个羊肉串，9号油泼面，8号9号的鸡腿。这边有一个活动，写一个表白的对象，贴一句话，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拿两瓶酒，可以。好，哇，我欠你们很多个嘞，4个就6个蛋挞了。对，我们一人一个。太棒了，来三个，那就15块，然后在这边扫码。我付了那个椰子的钱。一个，然后我们在那一桌。一个，哎，那刚才那个女生是跟你一起的？哦，对，我们都是一块的。所以哦，你们是分开点的。你要了一个，她要了3个。送了三个啥？椰子吗？不是，你要的是椰子哦。对，他要的是蛋挞，我晕了。所以你点了一个椰子，他要了3个蛋挞。好的 ，OK， 没问题。哎呀，我没有时间做我的蛋挞了，我要先去做我的蛋挞。谢谢。吸管稍等哦，我帮你们拿。我现在有什么能够帮你做的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得烤蛋挞了，蛋挞没有了。好，去吧。哦，再要一个蛋挞。再要一个蛋挞。好的，那麻烦你先付一下钱，5块钱，好吧？谢谢。哦，我还没做。Oh my god， 烤
炒一锅新的。啊！天哪，我好想喝水啊！谢谢，你简直太好了，你是天使，我快渴死我了。是不是特别渴？对呀、啊，因为我可能讲的话太多了。哎，对，跑堂就是这种跑堂。哎呀，好累啊，真的。今天白薇姐，今天没你我们真是啊，没你我们更乱。真的会很慌，真的特别慌，其实。没白薇姐，咱真忙不过了。今天没戏，没戏，没戏，真的。给你们三个小盖子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来这边啊，谢谢谢谢。然后还有几个，稍等一下，我让他们来开。你们点过东西了吧？点了。嗯，好，在每个摊位前面就是自己点自己领号就好了。哎呦妈呀，累死我了。白冰姐，怎么？哎呀，哎呦妈呀，我了。白冰姐，怎么？唱个歌呗，唱个歌呗。小人这么忙，肯定没时间过来。我得坐歇会儿，行吗？偷会儿懒吧。哎呀，来吧。哎呦妈呀！但是我唱什么呀？你给我起个调。故事的小花花。啊，哎，那个我喜欢那个歌，我喜欢《可爱女人》。可爱，没想到女人。哎。你还给我一个机会，你不用，你说个你会的，或者那个莫文蔚的《阴天》也可以。嗯，好，三。阴天，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穿云吐露就是静静鸦片，爱情是寂寞的无聊消遣。春天，阴沉一样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，笑得多甜。哇，好棒呀，真好。我觉得真的今天在大学门口见到你们好开心啊，这觉得自己以前怎么上学的时候好像没有你们这么的懂生活呢，就觉得自己以前好幼稚啊，现在想一想。反正我们也是就是因为喜欢音乐，然后就也是牺牲了很多时间，然后就是吗？对，我就觉得可以通过音乐表达自己，对吗？然后就是他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东西。对，他有的时候其实比语言更有感染。对对对对对。再来一首啊，好不容易有一吉他手，三块牛肉。我来这边，我来这儿行吗？行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咱们一起来，咱都可以，你去弹吧。晴天可以吗？行啊。故事的小黄花，从出生那年就高着，容颜的荡秋千，随即一直奔到现在。我嗦嗦西啦西啦，嗦啦西西西西啦西啦嗦。对着转转望着天空，我想起花瓣似的凋落，像雨下歌的那一天，那一天真正的那一天，我怎么看不见奔驰的下雨天，我还想在你一边，那些温柔的勇气我还留着，好想在你一边对等待是离开。刮风这天，我试过握着你手，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，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？等到风景的那天，也许我会比较好。
其实挺好的，特简单，特欢乐，然后挺开心的，真好。就是看到他们那种状态，就是每个人都很开心，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的氛围特别好。就虽然很累啊，我中间也是，哎呀，有一度我也是又慌乱又累，因为觉得好像脑子顾不过来那么多的人和事。但是这种慌乱它是非常开心的，看到他们在那边很开心的在吃，我在旁边我觉得我自己也身在其中的这个氛围很享受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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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写歌哦。好，姐姐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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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有个好朋友来了，我就叫了个好朋友，是吗？喂，你在哪儿？你在我的右手边，你跟我挥挥手。下面走。哇！把口罩摘了吧。我跟你说，真没人知道我把你叫来，节目组都不知道。幸福时刻来了。各位亲爱的，我们今天去的是高雄的广场，海鲜广场。好大的一个市场，哎。醒醒，快点破营业，带着气儿呢。给我来点海带吧。清柠，背着点吧。这鲍鱼多少钱？来一兜。收好，大锅不给放5个。按我的意思就是每一锅里放3片，你看怎么样？太逗了。拉齐。哎呀。拍下来放到我们那个视频里面，哎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Perfect。咱们先对决一下子吧。雪门槛，反正蹦一个。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哎呦呦呦呦！要不咱们还是用孟哥那招吧。走你们都太年轻了，放首歌。这个是要客人刚来的时候就跳吗？李卓一来咱就给他跳。三四。咱们备一备咱们的菜吧，我先给你们做一个试一下吧。这不就是这个味儿吗？哎，这个玩意儿真，它是真不缩水呀，好好吃啊，感觉。能不能留一个碗，咱们吃点？那咱们把最大锅留下吧。那不行，您太有经商头脑了。所以这菜已经都备好了。蓝博美味夜行茶话题，参与讨论，解锁更多惊喜福利。感谢首席摄影师王一博、微博台网、微博综艺、网易新闻、网易号、网易娱乐、新浪娱乐、新浪综艺、新浪新闻客户端、Zucker、中华万年历、青家、好时机、爱采购、蜜时风、叨叨记账、天意超高薪、独角秀、日之鱼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